Hey yo, good morning. 这次我们去哪里呢？是的，我们又去泰国啦。Yeah, so let's go. Yo, 这是我们去泰国的伙伴。哎，怎么这样奇怪的那个组合？哦，换老公啊？不奇怪啊，换老公啊？真的是啊，在 UK 也是换。那时候还是情人节哦。No. 节气要，还有模拟老公，刚好也是情人节。Oh my god! Hello, 海娜妈妈。哟哟哟哟，我们到了我们的酒店啦！这个酒店是很不错的，我看了那个 review 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然后哇哦很高，然后这里有那个很出名的那个 Ojo Bangkok， 是一个很出名的餐厅，也是在我的酒店楼上，就是这个哦，很漂亮哈 building。而且它出来外面呢，就马上有这个 MRT， 还是叫 BTS， 我不知道。哇，这个进去酒店的那个路上就有这么多食物吃哎！哇，哇哇哇！看了都饿了，这个有什么牛的日本字啊？你这是？然后它这里就有这个 King Tower。好像是他们很出名的那个免税的，是吗？哦，不是，这个是走那个 Sky 的。Oh my god！ Oh my god！ 我到了我的酒店。哇，美的，美到，美到，完全是我的 style。哦，它的楼下就这样美了，让我们下去四楼 check in。Let's go。它的地方有未来感哎，哇，是很漂亮。小小的吧台，哇！哦，我们来到了这个叫什么名的 Ratchada 火车夜市。这边没有像那个 Jet 飞这样多人。然后我刚才看到很多美美的衣服，我去准备去逛街了。好，这也不知道吃什么哎。哎，巧哥，你在这边呢、啊？哎，你在这边呢、啊？巧哥，遇到 Karen's 哎。哇，很巧耶！好巧。国宝鱿鱼，国宝鱿鱼，走，看一下国宝鱿鱼。我很大个嘞。
山排骨，可是这个火山排骨这么糖分，不是山吃的吗？这倒了的。哇，是我们的黑辣本啊，那好吃啊，又叫了 room service。 试下我们酒店的 room service 好吃吗？这是蟹肉炒饭，这一盘要50块，所以我们叫一盘蟹蟹。那我发现我们泰国他们一定会给这个，可是不是说是辣椒酱，它不是刷牙刷刷，它就是鱼露，很像我们的辣椒酱，可是它是鱼露来的，应该粉色的汤，然后就可以尝过去，所以就很这一套这个小小方的，很有沙漠风，而且这个鞋，我现在要上去酒店的 facility 看看。这是我酒店的 gym room， 漂亮。这是我酒店的 gym room， 看出来我的衣服，好美的，我觉得我衣服很配。这是酒店的 swimming pool， 然后我酒店在这边很高。大家不要去 Skywalk， 可是要排这么长。哇，来吃这间！上次我们来泰国朋友就带我们来吃了他的那个蟹肉，超好吃。然后我们今天又来吃了，这是另外一家分店，他还有很多间。开心哦，又来一次我最爱吃的海鲜。可是他是不吃海鲜的，所以。哈哈哈，是等一下我们是会跟朋友他们一 gang， 所以就是他们工作的 gang， 所以等一下还会追别人。我们在等着他们来，我们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去走走见。我们来下面要不要买这个顶着先，超好吃啊，整个是满满的辣椒，超级辣，超级辣。哇，买到我的舌头，这些不是我的舌头了。我的朋友食物中毒，泻了几次，一次吐了无数次，已经要GG了，又吐了。然后我们食物超多，也没有吃完，他完全吃不下吃菜。看我的，这个也是食物中毒，脸青春白。还要喝酒吗？我们来到这个 Four Seasons， 要去楼上的那个 cocktail bar， 然后我们一进来还要过那个叫什么安检，很严叫，就很不错耶。那机场那里，对，我们现在讲到小小三。Help me， guess I cast a spell on myself so sadly。来给我们 welcome drink， 给你孩子一杯，我们 cheers 一下吧， welcome drink。 welcome drink 哦，他讲应该是没有。是我们曼谷的第三天，昨天没有什么走到，因为我们的朋友食物中毒，
所以呢，我们昨天就在 hotel enjoy 那个 facility 这样子哦。那今天我脸好水肿，那是我今天装扮，是可爱风吗？今天？那我们现在 on the way 去这第二晚的酒，第三晚的酒店就是 Hotel Thomas， 啊，就是也是那种欧式风格。看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就比较外星风啊，我在讲那个很美啊，看那酒店我真的很喜欢，但是它价格偏高，一晚呢要1500这样子。在这个 Hotel Thomas， 我们现在去这一晚才。一晚400多，那就是比较平价的又很美，等下到了再拍给你们看看。也是听说是网红打卡的必打卡酒店，所以大家去看看咯。到了我们今天玩的酒店，这个 Hotel Thomas 超美的啦。我们下去 check in， 看一下他的 welcome drink， 好。喝下的 welcome drink。好喝。好，比盘山的味道。The leaf 也很 vintage 风，就是欧式的。被你擦干净。被你擦干净。哦，到了我们。不错耶，很美耶，哇，电视机也够大，哇，这里可以给我化妆，然后这是他的厕所，哇，很美哦，哇，我们来到这个 cafe， let's go。叫什么名啊 ？For Sobro， For Sobro。这边真的很美。我们穿一样啊。我们今天是 Blackpink， Blackpink in your area。好啊，超美的，这里卖很多东西，很多小吃之类的。它这个很出名的阿拉比卡咖啡，来这家 Urban Revivo， 这是一个像 Zara 这样子的，然后很多很美的衣服。二楼还又有，然后我又在二楼又买了。
上我们介绍的还有什么米其林那里九八九十十一好吃好吃好吃如果好吃的话好油好油35分钟，我们终于到了，还有这个猛男餐厅。到了猛男餐厅，好烟噶呢间。间是食肆啊嘛。食肆食肆哦。哇，这老板是食肆哦。遇到了一个泰国粉丝，然后就送了我这个衣服，很热情。上次来也是有见到他，然后这次来又见到。Oh my god！好长的队，哇！重头戏来了，蟹肉炒饭这边最出名的，还有这个牛肉春卷，这什么濑尿虾？我换了衣服出来 ，Oh my god！Oh no！上次也来不到。耶、yeah, ，我们等了一下就可以进了，好开心哦！耶、yeah ！耶、yeah, ，我终于来到了心心念念的区。台风啊！
泰国之旅的最后一天，等一下就要去机场了，然后我们赶快去吃一个好好的泰国餐，因为我们这几天都是一直在吃蟹肉炒饭，蟹肉炒饭没有别的了，吃到我们怕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去吃，伊波会带我们去吃，然后跟这个酒店 say 拜拜，Last day， 我们去香山道吃东西。哦，我们去吃这个松泰。哇，这是泰国的一个品牌，叫 Gentle， 听说很红。See you tomorrow. 因为我们要去看演唱会哦。